瞬间是成功。我们的雷电玩不够多，雷电那个炸弹变成了炸弹。你好贵。好好好。嗯。去撞死他！你下面有请一个代表，你用了一个袋子或者是管，我的管子，就是我按下的。你在这边讲几个？啊，拿锁就好了，因为它里面有漏气。我也会再去撞死他。零趴技巧，我的技巧是零趴。哎，我可以说，我可以打别人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举手在打中东的，然后在那举，然后我们好像在那举。哇！怎么会有发惊喜啊？为什么会有这发惊喜？所以你可以被打到三次。我可以被打三次。对啊，我就是很多。我被打两次的，我刚增加了，我大概可以扛四下。你太多，我才140。我在哪里呀？我有140。这边看着请加血。哦，我也有加血，对吧？你加了两次，我加了一次而已，他们刚有血，不知道。还有武器啊，还有武器。还有武器。不是有撑比较久吗？嘿嘿嘿，你都没有用绝招去闪。我有啊，我用左边的那一招去闪啊。喂、哦欸？怎么回来了？姐姐，我可以闪啊！只要我可以闪啊！只要我可以闪。好，我叫一个变。过去。还是去玩铁关了，还是不一定要走这关。
原来这是最简单的。这一关，然后这一关就是玩了那个机器人。那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三次单，继续继续。继续啊。别讲。这个吗？我可以啊，来啊。等他们过。凶猛男人，凶猛男人，凶甲男人，我先冲，我先冲喽，冲来！有手都看我，有啊有啊，看我哎，我站在中间哎，站中间哎，你看我站着，我在中间哎，你在中间不会啊？用的。
张生智啊。你叫什么字？伟业来。秋。唱得快。
Thank you.
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爷大爷！救命救命救命！不救了！快救啊！我没有救了！不救了！那你们全是九臭，没有人救。不是啊，我来打他。老师，包一些让你们去吃好。好不好啊？可是今天的够了，不然你会太多，你也错赛。太多什么？还会太凉。我过来，不招。错赛不见得。那你不是给我太多关系？都错赛。这个不见得，那怎样子？谁吃了不见得？哦，谁吃了？拍谁啊？拍你。Yeah.
开大打小兵。